大家好，我是玉松裴景。今天呢来到松柏园，这里呢有一批非常精品的原生侧柏，像这批侧柏树龄啊盆龄呢都在20年左右。看一下每一棵呢都是非常漂亮，看一下这个主干自然弯曲，而且骨架是非常好，看一下每一棵骨架都是特别不错，而且这灌木枝上都在3公分多，特别有年功。树虽然小，但是嘛，全部都是在盆里养的，像这种盆龄都在20多年左右。看一下苍劲有力，特别漂亮。每一棵树形呢，就是各有千秋，造型都是不同。像这一棵是一棵山岩桩、临水桩，看一下，颗颗精品。像这种呢。作为这种原生桩养也是非常不错的，鳞片都是非常丰满，布局也是特别漂亮。看一下，全部都是这种碳化面的桩体，特别苍老十足。松柏呢它都是非常好养的，就是特别耐严寒的一个品种。看一下这个鳞片啊，都是非常丰满，树冠也是很不错的，粗度呢都是在一个15公分到几十公分的都有，大小规格全部都有。这颗是一颗临水造型的双干临水桩，看一下也是特别好看，全部都是这种老桩野生黑松，主干呢全部自然扭曲，而且根盘全部都是这种提根的拔芒根盘，爆皮程度苍老十足。